这个这边是我家，你这个如果你给我留言啊，说什么什么要我要跟我认识什么的，那你就过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张不是贴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在哪里啊，你在台北、台湾的任何角落啊，就这边哦。这边哦，你按暂停哦，你再仔细慢慢看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那你就过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过来我们当面聊嘛。我们知道啊，各办事处、办公室啊，像台湾讲什么立法委员、什么议员那种办公室，就是都是公开，都有人在里面办公嘛。你有什么事，你如果真的有事，你就进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不是贴了很久了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办公室也是可以啊，办事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不到什么理由要跟我讲话，你就来买便当就好了嘛，那一直打字啊，跟我说，哎，我想认识你哎，我们当朋友好不好？奇怪了，我这样贴了这么久了，你烦不烦啊？